贵。那个菜太粗了。看谁回来了？你干嘛？洗衣服呢？也跑过来喽！你看你洗衣服呢，他也跟过来。你搞搞快点哦！你不是今天你们要去古镇玩的吗？这你裤裆里去。早饭喽，快点！给大家再看一看，我们这只龟到底是什么龟啊？对，来看一看，你看它身上这些皮啊，还要退掉，那种黑色的呢是退过的。龟龟，国庆节快乐喽！你看，国庆节放假七天。你开始上班了，累了，你看人在家，你看他龟龟，今天李主任不在家，找我了吧？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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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今天不在家啊，等会就回来喽。看看，你看，龟龟在大门口去找人了。你看，在找了。人找不到就找鞋子哦，你看，在鞋子这边爬了。好，我来抱抱，我来抱抱，来来来，我来抱抱啊！今天李主任和同事出去玩喽，中午不回来喽。我们吃什么呢？中午啊？李主任不在家哦，没有饭吃喽。我们今天出去，趁李主任不在家啊。我们出去来吃一点我们苏州特色的小吃啊！啊，等我们出去吃就不烧了。龟龟你在家啊，走，差不多了，十二点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好，这龟外面要下雨了，变天了，我们骑车去吃。我也骑不车，走，走吧。哇，这回下小雨了，等一会再出发吧，下雨了。刚刚上午移栽了一个竹子呢，趁天现在不热了，今天把它移栽好。藏书羊肉店，这羊肉多少钱一斤啊？羊肉130，130，对，这里75块。好，羊肉面，搞点调料啊。好了，中午随便吃点。哎，刚刚也没吃饱呢，带点煎包子啊、油条啊、豆浆回来吃。好，再吃一点点。龟龟呢？你睡午觉也不过来了。哦，你看，在这。哟，你看龟龟呢，就在这个鞋子这里等你主人呢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准备睡午觉了。哎，外面送外卖的。